欸，听，你可以变成狗吗？你可以变成一只狗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变成一只狗。你变成柴犬，还是萨摩耶？你是柯基犬，可以哦。一只名叫雅婷的鹦鹉，平常爱跟主人斗嘴，偶尔会像狗一样对主人撒娇。一天，主人问它要当哪一类型的狗。不料主人问到是否要当萨摩耶时，他竟超没礼貌地回：“那个丑丑的，搞笑又逗趣的互动，让网友笑翻。”你变成柴犬，还是萨摩耶，还是柯基犬？可以哦。小可爱，你晚餐要吃什么？你晚餐要吃什么？啊？你吃饱了？你晚上要吃东西吗？你们说随便。嗯，随便。好，都不要吃了。在这里吃啊，因为脏脏的啊。什么？不要在这里吃啊，在上班啊，上班啦。嗯，对。